传奇来了，这是算便宜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转卖给别人。嘿嘿，你就不要怪我哈。可以卖给别人，可以卖更多吗？哦，两个都卖出去。哎，那个闪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怎么难卖啊？基本上，我个人是觉得先12小时就好了。对啊。没有闪，真快哦！哎，那个香菇好像没什么价格哎，我真的压起来了，耶！收到了一个人是不是？我也想说，我赚了，结果发现，哎，他好像也卖不了多少。剩什么？剩什么？这到底会赢还是不会赢啊？你再这样，我要生气哦！就给你买三个，1500。其实这游戏玩到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system 啊，手枪。那这个直接攻击猛加一二吧，非常帅。哦，他可以卖到2000、25000哎，这很像是我的。铁锁匠。其实我对铁锁啊，其实特别没印象哎，其实。哎呀，薄荷叶其实蛮少见的。再一个好了，然后再不行的话，其实我最会讲装饰品啊。对啊，哎，我做10个了，进来 gay 啊，不知不觉。时间过得挺快的，拒绝了，哈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聊天。